据网上视频说，两个铁盆外加一个刀片，就能轻易做出好吃的番茄酱。啊，把番茄和刀片放进碗里，使劲的摇，就能做出番茄酱？这也太轻松了吧！小伙伴，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是真的吗？我就觉得是真的。厨房还有几个番茄，我去拿。小番茄，我来了。红彤彤番茄到位了。还有八瓣瓜五指的刀片。番茄搞里头，刀片扔进去，盖上盖子，使劲摇摆。摇了三天，应该变成番茄酱了吧？觉得成功的小伙伴扣个一。来了。嗯，这哪有番茄酱啊？还完好无损。哎，不对，还有一条刮痕。你们说是番茄的原因还是我的原因呢？一定是你摇的时间不够，慢慢摇吧，我去打回游戏。继续摇它7期49天。哎。在网上看到这个字，听说只有1%的人才能打出来，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呢？哦，要是这次还不成功，我还是乖乖去买番茄酱啊！喊朋友起来竞争一下，喵姐，干嘛啦？我已经摇了7期49天了，应该能成功了。不太可能吧，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。3、2、1。哇，真的变成番茄酱了，6-6。你看看这番茄酱多细腻，和平常的番茄酱一模一样。哇，不会吧，我来试一下。哦，酸酸甜甜的，真的很好吃啊。当然好吃了，这是我起的番茄酱。你们都被骗了，胆肥了，别跑！啊，别打！我帮你们教训他了，喵耶！